中杯星期日继续上演八强大战，由标准流浪在青衣运动场面对港会。双方今季曾经两次交手，流浪都以3-2取胜，但开赛初段港会先有埋门，按高沙沟靓直线，麦美伦禁区内起脚，被梁兴杰接实。流浪之后站稳阵脚，14分钟早年路传个波入中路，林晓婷再回后，卢君怡后上劲射，个波仲未着反弹门将入网，个波射得靓，同时都有少少运气，流浪领先1-0。港会上半场表现唔算太差，20分钟罗宾士高罚球斩入禁区，安高沙控定推大位左脚施射，梁兴杰轻松没收。2分钟后流浪再下一城，早年路接应卢君怡长传，睇到定传入禁区，八神门前轻松撞入，流浪领先到2-0。临完半场前，流浪仲有次入波机会。今场表现出色的早年路左路出波，再次找到巴新，但呢名阿根廷直射手抽射紧紧斜出，随住安高沙左路呢球半传半射过唔到梁兴杰十指关，半场流浪领先港会2球。落后的港会下半场积极反扑，麦美伦传中，安高沙禁区内无人看管之下，头槌竟然顶唔中目标。50分钟港会错失黄金机会，先由安高沙右路呢下半传半射中未，麦美伦补射又俾刘学铭护空门，麒麟罗宾之后的头槌再俾梁兴杰飞身扑出底线，连续3次攻门都入唔到波。一直受压的流浪，直到56分钟先至有攻门，林家伟罚球即射，但俾港会门将费查扑走。75分钟流浪再靠南美孖宝扩大领先优势，又是早年奴左路压落底线，巴神禁区内再次射入，今场个人梅开二度，流浪领先到3-0。去到80分钟，后备入替的刘志乐都有斩获，流浪一次反击机会，刘志乐接应早年奴传送，推入禁区射死角入网，呢球亦都是他今季的开斋波，流浪赢到4-0。最终标准流浪在足总杯八强顺利以4球击败港会，成功晋级4强。